请问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如经上所说的实况，或者是修行到最高的层次所幻化显示出来的境界？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就跟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一样，你认为我们眼前的世界是真有，西方极乐世界就真有，你认为我们眼前的境界是幻化的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幻化的，你自己多想想。南无阿弥陀佛。